主料豇豆250克，辅料蒜蓉10克，盐2茶匙，麻汁10克，香醋2勺，香油1勺，生抽1勺，鸡精、花生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豇豆摘洗，放开水中锅中，加少许花生油，滚烫煮熟，捞出放凉，切小段，大蒜去皮，放入蒜窝，加盐捣成蒜泥，加少许凉开水，调匀成蒜蓉，取一小碗，倒入麻汁、香油、香醋、生抽、鸡精，和匀，制成调味汁。将蒜蓉放到豇豆上，将调味汁倒入，拌均匀后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滚烫豇豆时，加少许花生油，可使豇豆的色泽保持鲜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